出招吧。这小王八犊子，买菜必涨价，打杰斯啊，打杰斯学个抠吧。学个抠跳，耶！哎呀，我们马上升了啊，他还不知道呢。跳上来，晕住。肥肥点了我一下，打了他一个传送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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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下完了，都下完了，不加了啊、哦、先来个小攻速吧。你以为我能在草丛里边回城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傻子才会在草丛里边回城。看招！你这鼠标声音太难听了。那鼠标应该什么声？给您唱个告白气球啊，让鼠标啊。要不再给你整段相声？鼠标声还能难听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先控一手线。打杰斯其实我们可以组 Q， 打远程组 Q 可以，我也不开 E、啊、下一波你就死，直接跳上来开 E 晕锤锤锤锤接重锤拿下，打杰斯就组 Q 技能吸地快，正常的 Q 是八秒左右，好像学一级是降一级、不是降一秒钟，学一级降一秒钟吸地，而且会很灵活。没关系，让他打，这都无所谓，这都他是打不死我们的，开 E 重锤，点燃晕锤，没蓝了。出招吧，不是差一下，是没蓝了，扣没有了。就差那么一点点蓝，好像差多少蓝我没太看清，
再小控一波吧，他下边应该有闪现，我们把闪留着。这得控线了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叫回来重锤，开大招，闪现晕，重锤，锤，锤，重锤，跳上来。这个波浪剑很重要啊，刚才如果没有摁波浪剑，那个扣可能就空了，摁了波浪剑人就会直接跟着他过去。不过这武器大师有点脆呀，这他怂了，不怂应该杀了，你放屁，那杰斯技能没有西地上杀的，拿平 A 杀我呀，竟真能发屁。走了2000块钱，一天天的就会发屁。出个耀光吧，钱也不够，出个耀光。出招吧，不出三项吗？出啊，可是钱不够啊，我们先破败啊。卡牌这波好像有大，哎呀我的妈呀，真疼啊！我觉得这波你不应该追，我其实刚才想反打他的。嗯，这包女什么意思？嗯，这包女什么意思？给我个人头，那个红应该给我的呀，螳螂。这螳螂一瞅就不细节，这峡谷先锋放的就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等到这个塔剩2层塔皮的时候，3层塔皮。先把前2层给它拆了，拆完以后再放这个峡谷先锋，这样也行，给我们单吃也是挺好的。这波不回家，一锤两锤跳上来，重锤，一锤两锤，重锤一下两下，跳上来重锤一下，开翼重锤一下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等变形呢。你知道我 Q 基地多快？在我这等变形，走回家无敌了。我先来个三项吧，要不三项贵呀，咱先来个三项，再出个布甲，还那卡牌晕不到我，我有意义。
所以不用怕卡牌。小仙女一年一度的积分兑换又开始了，免费领美瞳。谁是小仙女？我是小帅哥。可以上，鱿鱼跟我上。滋了啥呢？你辅助还挺能抢呗。这滋了啥呢？这鱿鱼呀，走上去杀个杰斯。跳眼儿，重锤锤我没用，开一技能，跳上来开大招晕锤，重锤锤锤，重锤。这防御塔出火炮了，哎，这么远。哎呦，假装打不过，其实你是个弟弟。差300怎么办啊？我急需300块。跳上来锤，重锤开 E。闪现 QW 平 A， 重，我应该先跑一手啊，再打的好。这卡牌收割者了，虚区有点高。我先往右边跳，或者先往左边跳，这波应该能反杀。禁草没用，他有大招，那禁草也得死。我没有 E 是肯定 必死的，我得有 E 了我才能上去杀他，或者等他黄牌消失也可以。应该有红吧，看看有没有红啊，把红打了。搁这儿呢，包女儿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重锤往他前面走，让他锤里边，这样呢我们不用开 E 也能杀他。二塔拔了。我说实话啊，我就感觉玩100把也遇不着1把那种，就是上把那个劲，真的玩1000把可能都遇不着1把。你害追呀，你想好没？嗯，你可能是没想好，跳来锤，重锤，重锤。好小子，不行，我得来水银之靴了。为啥不开 E？ 因为 E 没好啊。我因为我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跳上来一个平 A， 哎，他可能能死。
哦，哎呦，这是在射谁？把他们也算上。出点啥呢？算了，还是不点孩吧。我来个叉子，我决定出一个绿叉，绿叉攻速老快了。找一波寒冰呢，好久没去杀过这个寒冰了，吃我一个重锤呀！还有意外收获，晕，重锤，锤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我有大啊，别着急，等 E 跳下来锤，锤。一开起来，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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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，要吸点血，那峡谷先锋放这儿，他不还得回去吗？你还敢过来一个老卡牌？哎，我被晕了，跳斗，这边这个位置先放个眼啊，别着急，吃狗屎，感觉可以打了。哎呦，走，找包女去。跑得有点快呀，回家了。但我差100块钱怎么办啊？看啊，先杀小炮，开 E。别着急啊，这个小炮可以杀。我们不要跳小兵，就跳小炮的人。我这一路都有眼，他没法跑，他根本跑不过我们。他只要跳弹，他必死，我直接给他坠机。掉下来，别急啊，这波能打几个人，跳上来锤锤，开E重锤锤锤，别关E重锤锤，就俩人啊，我寻你仨人呢，我俩人那可不行，先补个车。就吃你车，哎，还把你馅儿都给你吃了，气死你！这铁石怎么回事？怎么带减速的呀？蓝切吗？哎呦，我这来把不进，不行，这杰斯这英雄有点克我，他太克我了，这东西他好烦，他一整我一跳他给我拍走，小炮我一跳他给我大走，我发现他们家人稍微有点克我，我上去第一波不能开E，我上去第一波开E不合适，
可能会死掉。小龙可以要，先把小龙打了啊。2.5 攻速了，就只要一个绿叉就能2.5。这回你先拍，我让你先拍。我操！把小炮先杀了，可以。哎呀，看来我们得出春哥了，而不是出无尽。把春哥除了吧，这个绿叉晚点给他换了，不要了。武器大师还是不能太脆，出点右装，比如说蟹手，哎，先来个蟹手，再来一个死亡之舞。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见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冲，而是先跑。我发现他们家人呢，支援速度有点快。我只要杀一个，他们五个人都能跑过来。下回杀完这杰斯先跑，哎，不上了。你不是乐意守吗？让你守啊。不上了，这指定五六个人，我们不上了。吃一千长一智，王者在这打青铜军呀！你承认我是王者？哎呦我兄弟，过奖了啊，过奖了！我没想到啊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承认我是王者，我没想到。打大龙啊，你们打大龙，我在下路推。嗯，来，对，来。你说这大龙都这么好打的东西，快去打去啊，你说不去打大龙呢？那俩人搁那干哈呢？晃晃悠悠搁野区也不干点事儿。他指定一万个人全跑过来了啊，不上了。拜拜，我这跳弹。哎呦，打龙啊！妈呀！啊啊！晕我，晕我！别！救命啊！你们还能不能打龙了？你们干嘛呢？为什么不打大龙啊？那都追一条街了，都差点给我追家里头来了都。也不打龙。还有这要干嘛呀？这样啊，这要干嘛？玩不玩了还？
还不开？看住！你们是准备我自己单挑去的是吧？行，我去单挑的龙，我去单挑的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练也难受啊，真令人难受。真是令人难受。我去把小龙打了，我不管你们。可以杀，没啥伤害了，我自己打龙去行不行？我自己打龙去，我不用你们了，我自己去还不行吗？我们虽然说是这个攻击力不太高，但我们的攻速也还可以，知道吧？我们有2.5的攻速，打条龙我觉得应该不成问题吧。打个屁，他是我爹，不行，我们得走。来呀，你都来了呢，俺俩一块打呀。来呀，你都来了呢，就可以打了。这也可以打，没关系。他们来的没那么快，打呀，那就试下来的血，快打！哎呀，我死了，死就死吧，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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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把龙打了，哎，先把龙打了，这不还有一个 buff 呢吗？也还行吧。五个，我知道五个，我不用你说，我也会数数，兄弟。没事，我们家有一个 buff 呢，没关系。只要大龙拿到了，就不亏。我去单带杀人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去单带，他们家就五个人一块抓我，我没办法去单带杀人。我要单带的话，我就杀不了人。我可以给这小黄猫一个建议，他可以去开自定义去补兵去。你说你那么喜欢补兵，你为什么不去开个自定义补兵呢？对不对？算了，不上了，容易有三个人不合适。算了。你看我一带线没几个人来守我，然后我们家队友搁自己家里边野区一待，我不知道干啥呢，那野区连野怪都没有，没野怪，两个人搁那等蓝 buff， 搁那等，我又回来了，线也不带，塔也不推，龙也不拿，哎，我等我们一回家一不带了，然后就开始干，是吧？等我们一不带了就开始干，我们去带线从来不干事儿。只要等我们不带线了，哎，那就是必干起来了，肯定干，硬干的。
不着急，这左边有卡牌。哟，你很骚啊，骚气。骚气。卡牌？就你叫卡牌？跑，豹女，跑，挖跑，小豹女。先回家。我把这个绿叉的给他卖了，我们换一个，换个什么呢？我们换个巨酒吧，右一点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盾重叠了，盾没有重叠，现在绿叉不是加盾的了，改挺长时间了。这要杀我呀！我这第三呢？这是要杀我？杀我可以。来，追杰斯。你好，我到了。小黄毛送人头，小黄毛是下路收俩兵，说是在那儿，在那儿说是。